你姐姐来摸摸看吧，看有没有。你帮我再帮我一下。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有没有比你大？没有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也没办法验货。不是，我也现场气氛也太火热了吧？炎亚纶要上要上丢丢妹直播，宣传即将播出的新戏《我愿意》，却被大吃一顿豆腐。我是可以让你隔着摸的。对。我觉得隔着摸有诚意吗？没有。不然你们两个剪刀手布。好。我剩下我都不要再问了，就剪刀手布，不然我来快点。啊，剪刀石头布。姚晨呀，来！哇！哦，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是。我跟你讲，我摸啦。啊。我们认真的、啊，我摸看有没有啦，好不好？男人啊，不是，我男孩。嘿，我跟你讲，说实在的，有没有？还真的没有。等一下，他是不是要激我？因为你们有一场戏是洗澡的戏，对不对？哦。对对不对？对。那你们印象最深刻洗澡戏，你可以真实呈现给我看吗？你演我也可以啊。好，那时候是这样啊，就是帮他擦嘛。我好痛。然后就会从这边一直这样。哇！然后帮他洗一下，就是一些受伤的地方这样子。这里加强一下。好，OK。除了身材受到丢丢妹关注，两人的感情状态也被审问一番。你现在有对象吗？现在有。有，叫什么名字？叫林毅。林毅。哦，安娜有要结婚吗？还在想。还在想，你觉得他好吗？很赞。很赞哦。那你觉得他美吗？美啊，美，很美。那你们一周会几次？一周。哎、欸。等一下，一周你们会一起在床上聊天几次？哦、床上聊天，我每天都聊。你体力那么好，难怪我们拍戏的时候你是盖棉被纯，纯怎样？纯做事来纯聊天。难怪他拍戏的时候很瘦。你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。那你有没有喜欢的人？你眼神闪烁什么？你告诉我。你帮我问啊，我怕。因为我有听说你脾气不太啊。屁嘞！后面的问题是什么？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我有啊，他没有啊，认真的啦。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。什么？都没有、欸。等一下，这个回答很危险哦，到底有没有？没有。这个火辣的现场让丢丢妹忍不住直呼太累了，还想直接关播。没想到炎亚纶却意犹未尽，主动帮忙叫卖。要加一，要二的加二，要三的加三哈、哦。哎，老店酒老看哈、哦，阿公看阿妈哈、哦。哎，丢，哎，对。我跟你讲，镇海也蓝蟹，有没有蓝蟹？蓝蟹，不是 Holy 蟹，也不是 Oh My 蟹，是蓝蟹， you know 蓝蟹。所以只要是海鲜新鲜，味道就好。哦，那个汤汁就会鲜甜，鲜甜你就会被人家称赞，称赞你的厨艺，称赞你的帅样貌，称赞你的身高，称赞你的胸肌，好不好？这全部都是写英文的啦，英文 blue 什么 ？Frozen whole blue swimming crabs。哦，有。对冷冻的整只蓝色的游泳的螃蟹，哇！哎，这边顺便卖一下英语课程，英语课程这边只要要上课的，这边刷起来一排。等一下，你英语课程你要开课对不对？对。我是他经纪。没有，要加一。没想到炎亚纶竟然连叫卖也超强，再次成功让新戏《我愿意》引起关注。完全娱乐综合报道。关注你了。